Hello, everyone. This is Tina's classroom. Welcome in, everybody. 欢迎光临。这个是已经快中午的教室了，对吗？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海一轩还踩针，我还是不确定，怎有很动人旋律在别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海苏、美玲、竹鱼，有人跳过我没看到吗？还有丽雪也来了哈，美雪，嗨，妈咪，我妈咪来给我按赞了。Good morning, it's not morning, it's almost brunch. OK, 桂兰、秋云、秋丽、凤琴、梅，那个人不就是梦里那个模糊的人？我们凤悠悠、绿绿、玉千玉、玉如、瑞珠、香云，我们有同样的默契。永天仙、嗨桂英、Amy、Watch You、学妹，带着爱你的形状，哈哈，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秀然、月真。OK, Lumi, 还有美姬，有没有发现我的声音还是哑？对，因为我昨天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对，我昨天半夜都困没起呀。哈 ，Yuki、丽娟、美英，哦，最近可能时间上我有时差是吗？大军 ，OK。凤鸣 ，Hi Rebecca， 可是我没有跑到其他的地方。Hi Rebecca， 第一次加入 ，OK， 太好了。OK，Jessie、千玉、橘子，没关系，今天大家都第一次哦。OK， 竹鱼 ，OK， 逸仙，对，你要准备中餐了哈。OK， 唱得好听哦，我还没唱到副歌呢。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心情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着时刻。嗨，思柔，嗨 ，Daisy，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美云、美兰、月珍。梦有你很美，大军 ，OK， 今天和儿子看直播，他画画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哈，尊比赫啊哈，佳丽、贝玉 ，OK， 欧雷 ，Candy， 翠琴，刚刚已经把粽子拿去蒸了哈，所以不用担心，待会直播完就可以吃那个肉粽，好主意，春莲。OK， 紫云、宜山、悠悠，你的讯息太快跑掉了。素娟 ，OK， 来来来，今天问什么呢？因为要进入那个夏季了哈。素娟、新雅 ，Hello， 大家好。宜山、蕙兰 ，OK， 婉玲 ，OK， 大家进来不是只有跟我打招呼，还跟大家打招呼。有没有特别在？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夏季，就是特别喜欢的花花草草呢？嗨，慧娟 from 林口 ，Thank you， 慧美 ，OK， 学妹 ，OK， 居然空中朋友有和我共同的朋友，真开心哦、oh, ，OK， 世界很小 ，It's a small world， 嗯，小小世界哈 ，Watch you，OK，、okay? 还是 Watch on OK， 好，好了，我的这个如果是英文的，有时候可能会念的不是那么的正确，请大家又要见谅好吗？啊、，OK。好，来，请大家讲一下喜欢什么花。铃兰、OK， 这是一种兰花，对不对 ？OK， 好，有没有人还有喜欢什么？嗨，怡萍，来，等待的时候说明一下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喜欢怎么样的花朵、花花草草。
紫藤，哎，你们懂的花很多哎，兰花楹。OK, hi 小云 ，hi Jessica, nice to have you, welcome in. OK, it's a 这是一个还蛮这个有一点点不是很不是太早，不是太晚的时间，对不对？山樱花、紫藤花 ，OK, 睡莲，哎，我也蛮喜欢睡莲的荷花、薰衣草 ，OK, lavender, 风铃花、向日葵花，很有精神，对吗 ？Hi Fanny, hello 宝凤。玫瑰跟绣球，朱槿，那念槿对吗？嗨，蒋家，嗨，素清，紫薇 ，OK， 这是什么？什么尾花？那个字怎么念？跑太快了，蒲公英，野姜花儿开了，玉兰花，尤加利，哦 ，OK， 尤加利的味道应该很特别，对不对？兰花、樱花 ，OK， 海芋，白水木。有这个东西哈，哦，香水百合，哇哦，大家懂花很多呢。还有玫瑰哦，太阳花 ，OK， 太阳花是英文叫 sunflower，is that right？ 夜行球兰，哎，你们这没有开玩笑的，木棉花、蝴蝶兰花，不是给我随便说、随便讲的，都有名字哎。百合、莲花、翠芙蓉。那个什么茉莉花、桂花、多肉植物哦，多肉也很疗愈哈、哦。清香的茉莉，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尾花，这样对吗？梅花满天下，黄金凤铃木、桂花、鸡蛋花哈、哦。前面那个什么棉花不太会念哈、哦，鸡蛋花我 OK， 金露花。哎，你知道现在小朋友不知道梅花跟是国花吗？金针花 ，OK， Hi 佩华 ，Nice to have you， 还有中针 ，OK， 哦，金针花 ，OK， 还有夜来香，南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低声轻唱，只有那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茶花、百合花、茉莉花 ，OK， 好 ，OK。碧晴，你喜欢兰花，太好了，哇哦，太多人进来了哈 ，OK， 好，给了这么多的花朵，实在是，我都觉得我这边都香起来了。野姜花哈，野姜花好像也非常香，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球？那念球兰吗？一个毛一个球 ，OK。兰花 ，OK， 好 ，OK， 太好了，来，同学们，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告诉我你们喜欢的花儿，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请大家准备你们的材料。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画过，但是我没有正式介绍它的一个图案 ，OK 吗？好。我们有画啦，但我没有正式。那念什么 ？Hoya， 英文是 Hoya， 哦，应该很漂亮哎。绣球花，迷迭香，对，迷迭香让人家觉得很舒压、很舒服，对不对？啊 ，OK， 好，感觉起来挺好的。OK， 好，绣球花 ，OK， 来，同学，请你们准备一下你们的纸砖，我看一下我今天呢。是要是要用什么纸？我其实今天想要那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的直播，哎，因为我每次看你们的讯息，其实我看得很吃力。然后我最近那个应该是视力或者是老花，应该是因此增加了，所以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视角呢去看一下。我的这个，可是我找不到，我进不去，所以我还是今天还是要看得不清不楚。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入我自己的直播呢？OK 啊，我在直播对，但是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账号进去，可是我好像进不去耶。我用了另外一个 device， 然后呢，好像进不太去耶。来，让我这个。让我看能不能加入一下，好不好？然后请大家准备一下你们的纸砖，因为我如果不加入呢，我看到的这个
我都看到眼睛快要脱汤了。好，因为我的手机的讯息事实上对我来讲是不好读取的。OK， 我觉得我还是进不去呢。嗯，好，来，没问题。迷迭香拿来烤饼干哦，迷迭香烤饼干那可以吃吗 ？OK， 你戴放大镜没有？我是因为角度的关系，因为我把我的手机，我把我这个东西拿来直接做直播嘛。那其实这样的视角，其实我是有时候会看不到你们的讯息，所以我本来想说今天的模式的话，我就可以来做一个这个用另外一个账号进去看能不能做到。但现在看起来好像看得到，但是不行。来，等我一下，我用另外一个账号试试看。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来，那请大家准备一下你们自己的笔材。今天的笔材呢，一样哈，一样这个三支雨伞标。哎呦，不是啦，是那个三支啦，哈。然后你们纸张的话也自己选喜欢的就可以了啊，不用太严格好吗？我知道很多人呢，这个昨天的作品有很多其实已经交出来了，我真的觉得太惊奇了，大家速度真的拼快的是吗？其实不需要太快，不需要这么急啦，啊，就是你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催你们的功课哦，好不好 ？OK， 好，来，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还多了一个小东西？哎 ，OK， 看到哈，这一颗小东西呢，是我去海边的啦，然后捡到的，结果那个我就在现场画。不过我要请同学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画的是像这样，我这个是一颗石头嘛，它是 石头，所以其实你如果要画石头，千万不要用带针笔 ，OK 吗 ？I do not OK。凤鸣会哭哭，因为他拿他爱的爱烤饼干，不会，凤鸣其实他还蛮大方的，他应该还好。OK， 月美 ，OK， 好哦，有大家都有喜欢的花 ，OK。所以这个，如果你们要画像石头的话，有些人会在石头上面先上一个白色基底色，然后再去画。但是如果你用石头，千万不要用这种带针笔哈。大部分你画完了一颗石头，你的带针笔啊，除非它非常光滑，你的带针笔就残废了啊、哦。所以，请你们可以使用像是塑胶头的笔材 ，OK， 塑胶头的笔材，像万用笔或 PN 笔这种的 ，OK。我这个应该是用这一支画的啦，因为我随身会带这种笔嘛。啊，我就是刚好觉得 OK， 然后我在海边。我就把它捡到这颗石头，其实它，我觉得它不是海边的石头、欸，它就是可能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被冲刷到了海边，然后非常的残破。但是呢，因为它的表面我觉得很漂亮，又够平滑，所以我就拿来画了。那你们也可以用奇异笔，其实也蛮合适的 ，OK 吗 ？All right， 好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来，同学们，我今天想要用一个不一样的纸砖。诶，我的纸砖跑去哪了 ？Somewhere over here. OK. 来，我今天想要用这一张纸砖。好，我的纸砖是有染过的颜色，所以我每次都用点不一样的，让你们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哦。然后有时候同学在问我东西的时候，我反而可以很清楚的，就是哦，你说的是哪一集？好、哦。哪一集有没有第几堂课，然后第几堂课用了哪些笔材，这样讲可能也会比较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其实也放进去是 OK 的。 Alright， 好的，好，来，那我们现在呢，请同学油性笔吗？对啊，如果说你要画石头的话可以用油性笔。好、哦、OK， 哦，美玲没有关系哦，你就自己挑你可以的时间来参与就好了。 Alright， 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点点的部分。啊，同学们，我们在我们的纸砖上面，如果你拿到的纸，不管你是粗的还是细的，就是你不管是两哪一种纸啊，你的两面你都大概摸一下，好，摸比较粗糙的那一面可以拿来创作。OK， 对，这一张是彩砖没有错。来，我们在这个四边点个点，因为我之前要用的都是黑色，对不对？都是白色的嘛，对啊。哦，这张漂亮哦，其实这张看见仁见智啊，有的人喜欢再渲染的更多一点点的，所以有时候我会留下可能同学们没有那么中意的，我就放在我身边这样。但是我觉得可以啦，每一个纸砖每个染砖都是当下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你可能跟他之间有感觉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画了。 Hello Nico， Hi 晶晶， Welcome in， 欢迎光临。来，我们尽情深呼吸，深呼吸之后呢，请你们吸到你们可以吸的位置，比如说像肚子啊或什么的，能够吸到肚子是最好，然后我们吐气吐慢一点， OK 吗？好，来，我们进行深呼吸，吸，吐，慢慢吐哦，哈，慢慢的拉这条线，慢，轻轻的、柔柔的就可以了。然后吐气吐完之后，刚好到对岸。嗯，好棒哦，太棒了。OK， 美玲说不，我要与老师同在，是怎样？你要抛弃谁吗？哈。哦，彩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染哈，可以用水彩啊，或者是用水小朋友的话就用彩色笔也可以。好，然后染的方法可能就有各式各样的模式。好，来，我们深呼吸咯，吸，吐，慢慢的吐，慢慢的拉，慢慢的到对岸，然后把自己的心在这个时候静下来， OK 吗？嗨，桂芳， Hello 春兰，哦，今天去补货是不是？桂芳，来，深呼吸，吸，吐，很棒，很棒。很棒哦，我们完成三条线咯，好棒。我们昨天画的那个图也是三条线或四条线，有没有？不是线就是圈啊，齁，不就 C 啦，就 S， 有没有？就这些啊。OK， 嗨芳心。来，我们最后这一条线，请大家呢把你们的这个气息的饱饱的啊，今天早上起来到目前为止最饱的一口气，然后也一样是最长的一个呼出的气，慢慢的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很有品质的一口气。来，深呼吸，吸，吐， OK， very slow， 慢慢的，很舒服的到了对岸点点， OK， well done， lovely， OK， 好棒哦，你们都做到了，非常的好，非常的美。来，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个图案呢，其实我们可能在之前曾经有画过，曾经在图案里有画过。Let me see if we have it somewher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已经开始要进入 bit 的状况？但是你看哦，我唱成这样，我也是不害怕，对。因为你们也只能也不能阻止我，对不对？诶，我好像没有，我们没有正式画这个图，但是我觉得这个图跟我们的爱心的画法很像。好，来，那我们没有正式，那我今天来正式介绍它。诶，好像有一个图诶，我怎么记得我们有画，还是我在别堂课有跟大家讲？来看一下我的一整手好牌，我的一整手好牌。This is somewhere， 我记得我们有画呢。海边都啊，你海边呢？跑去哪儿了？跑去哪儿了？好像没有正式。OK， 好。来，那我们就来今天来正式的
介绍一下这一位先生或这一位小姐。那这个图案其实很多人都认识它，它是缠绕画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图腾。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初学，或者是我们甚至于是之后，使用度其实是相当相当高的。Hello， 丽玲 ，Hello， 华香，没关系，才进来，时间刚刚好。Hi， 瑞旭 ，OK，OK， 放音乐介绍新朋友哦，你介绍新朋友吗？哦，你说这里吗？好，那个音乐同学们请自己放哦，哈、哦，不完美中的完美歌声，你们人真好嘞，对不对？哈、哦，对啊，我就很随性啊，我们就是来画舒服的嘛 ，OK。如果你缠绕都会画成是有压力，其实它对你而言就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初衷。比如说你今天去运动，你也是为了压力，那你运动起来，其实你并没有办法获得那个快乐的因子，或是快乐的那种感受，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请问这种方形的纸砖哪里可以买得到？其实网络也有卖哦，哈、哦。只是你买到的不知道是什么纸而已，因为之前有同学学生们跟我分享，他们买到的纸很薄，或者买到纸很滑，不好画哦，但可以找看看。所以如果你们要在网络上买呢，建议就是先买少量 OK 啊。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样的，也可以问问我，如果我手边有的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哈、哦。衣锦 OK， 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面哦画一个圈 OK 吗？有的人会觉得说他画圈呢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了这个东西来套着，这样他才舒服，这样也可以。假设你觉得哦，我就是必须要这样也可以，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哈、哦，没关系，你来的时候刚好哈、哦，那个逸轩还有心灵还有 film 都是 OK 的哈、哦。OK， 来，那我们在这中间画那个圈圈好吗？其实你们纸材不需要太，就是太苛刻啦，因为像我们这种纸材之所以会特别去挑选或是请人家这个，是因为协会本身它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尺寸，这个尺寸的大小大概是9×9公分。那这个大小事实上以一个手掌来放的话，其实它刚刚好、哦、像这一张也是9×9嘛、哦、所以它就是大概你的手掌的大小。然后这一种大小呢，你很方便携带，放在你的包包或放在男生的衣服的那个口袋，其实都很方便。所以那再来就是它这个纸砖之所以这样，事实上因为我们画的时候它是没有方向，所以为什么会是正方形，就是你画的东西它是不需要有方向性，阴影不需要有规定一定要跟素描一样严格，所以相对的它是非常的自由的。再来就是它的纸砖用方形，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去转动你的纸砖，所以你的手才能够舒服的创作 OK， 这样了解吗？啊、哦，这个纸卡的名字，我们都叫它纸砖，英文叫 tile， 它把它讲得像那个瓷砖一样，我们叫它 tile。那其实纸，我们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原则上我们是鼓励大家用手边的纸材就可以创作了，不需要很严格哈。如果你对自己有要求，我们再去搜寻真的很必要的纸砖。纸砖的差异是在我们之后。长久之后，比如说我今天用这个纸砖画，我画在月历纸上，画在什么上，可是可能我久了，我想要分享的时候，它可能会褪色了。所以纸砖跟笔材的差异是在这边 ，OK 吗？嗨，哦，祖娜，你是在跟别人打招呼？好，我今天带那个 Artline 的 0.2 出场哈、哦，我好像有一次有带过他出场了。那我现在就是轮流带孩子们出场，让孩子们都有机会被你们认识。那之后有问题就可以说哦，你可以到哪一个地方去看哈、哦，它是这种感觉的啊。圈圈画不圆，对啊，我就画不圆啊，看到吗？不圆没有关系的哈、哦，我们这个圈不需要圆的，好吗？这个圈不需要圆哈、哦，不需要正圆。它，我只是说我们今天想要用一个圆的感觉来做创作。然后你的圆想要大一点也可以，想要小一点也可以 ，OK 吗？好，那我们今天画的这个图案呢是非常
应该是说在禅脑里非常非常常使用的图案，我称它为水滴图案。那是很多正式的中文翻译名叫流动，英文叫 flux，OK，叫流动，所以有很多人可能都画过。那我们今天怎么流动呢？我想要今天呢，我们先来流动这一圈，好不好？那流动的方式呢，我们中间的这圈，我们来左右流动，好，它的方法就是它是一个水滴。水滴就是上面胖胖的，然后到了下面之后呢，它又缩回来，这样一个水滴。好，如果你习惯画这样的方向的水滴，你们也可以这样画 ，OK 吗 ？OK 哈，可以哈，好。那我就按照我喜欢的这个方向。那水滴呢？我们因为是不是有一条暗线的圈圈在这里？所以呢，今天第一次跟着画是不是 Jessie？ 那恭喜你啦 ！OK， Hi Lu Lu Li Er， 有念对吗 ？OK， 刚刚有人跟你打过招呼了。OK， 像我这个砖呢、啊、是颜色比较深，染的比较深。来，我就画另外一朵，我们来画有点类似像对称朵，好不好？这样压着会不会你们的？这个 focus 会比较好，所以你就跟着你的弧线，跟着我们刚刚的这个暗线的弧线去画 ，OK。不能晚上画会睡不着，我昨天就睡不着啊，所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唱了屋顶，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连成歌，把心情化成缠绕，只好到书桌画一张缠绕画，自己改词儿。好，来，我们在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大小会不一定一样啊，没有关系啦，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感觉。OK， 那我要继续转了哈，你就可以转动你的砖，转动你的砖以方便的模式 ，OK 吗？会越画越清醒，是不是？真的太清醒，真的不 OK 呢。OK， 这感觉哈，我现在是比较像对称的画法，对吗？所以如果你有对称的感觉呢，你也可以在这个转弯的地方，我又多加一个，因为我要弯 ，OK 吗？所以你就依照自己的感觉下去画。那刚刚那个有没有发现刚刚的那个线已经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已经画出超过那个线了，有没有？真的啊，我想要跟着他，但我没有跟着他 ，sorry， 我跟不上他。啊，你们自己转弯了哈，哦，奥多拜嘛是爱自己韩多鲁爱自己转弯了哈，不要直直的，你会冲出去哦，宝贝们，你们没有转弯会冲出去哦，哈。最近就那个小朋友想要学之前啦齁，想要学摩托车嘛，啊，我们不是会到那个练习场去练习嘛，啊，明明就是很简单的齁，直直的线，这骑起来就是很害怕，有时候就是这样，心理的层面没有把它建立好之前呢，有很多事情自己都怕怕。啊，我们在画画也是这样，你看我的有没有看 ？Hi Doris, it's okay。你冲出去了哈，你看我的也是啊，哦，我跟你一样冲出去 ，OK？ 好，我陪你啦，你要见。反正冲出去就把那个韩多鲁再拉回来，好不好？要拉回来一下，好，我会发现我里面画的比较弯一点，然后外面我就画小一点，慢慢的移动，慢慢的移动。慢慢的一动，其实这个真的是转弯，对你们来讲可能是比较有一些些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就依照自己的舒服的模式下去画就好 ，Don't worry。OK， 好，来，我的一个不圆的圈画好了，冲出去的有没有回来？
来跟同学解说一下，其实它这个图案啊，虽然我们画的是这个流动的水滴，对不对？可是我的水滴是可以转弯，再来我的水滴也可以重叠。你们看到这两个，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重叠，那也没有关系，好吗？好的哦，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呢的水滴呢，我们要来做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们刚刚是画这一圈嘛，好，我们刚刚是画了这一个圈，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把它改成是从旁边往前，我们有四角，我们看到刚刚有画了四角。 Hi Sha, nice to have you. OK, 什么机师？机师是开飞机的吗？OK, 好，谁回来了？哦，你回来了。 OK, 好，拉回来就好了，不用紧张。就算我们没有画得很 OK, 我们待会还可以补救。我们现在从这四边 ,1, 2, 3, 4, 这四角、哦、我们从这四角开始做水滴。来，你们的水滴、哦、它是可以不用同一个方向、哦、可以投对。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我这边就可以从这里再画出来，我也不一定都要同一个地方出发，看到没？哦，那我可以从这里再转回来，我开心就好，好吗？水滴是可以扭来扭去的哦，哦，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水滴要长什么样，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四边的这个水滴呢都跟上，你可以吗？ OK, 所以我们现在边边的地方我们也要把它画满，跟你刚刚的圆的地方有一些做一些连结，但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比如说我这里这一个地方我的水滴我就是画不下去了，我觉得好像太小了，那没关系，你在水滴之间放一些 tibbles, 放一些这个泡泡小圈圈，然后把缝隙涂黑，这样也很好看。 OK,好，我们还是会放一些泡泡的哦，像我这中间我就放个泡泡，我都用我自己的词儿，然后放个泡泡，那像我这边边边我想再放个泡泡，那中间这边我把它涂黑， OK 吗？看到了没？对，今天是水滴派对，没有错，是的。好的，那我们继续画咯，就是说我们从四角出发，好，那你也可以就是像我这样画到这里了，我就觉得那我要从这里再出发，再出发，再出发，我是勇敢的小飞侠，这谁的歌啊？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工作上面会用到了。以前呢，我有一个工作是在卖场，大卖场工作，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在这个通路里面，那我不是在卖场里的，我是在总公司嘛。但是因为你知道，你们去买东西是不是都会拿牌面的？就你们去买东西是会拿最前面的，然后就放到你的行李袋。哦，是任贤齐吗？哦 ，OK。那你们把那个东西放到你的这个购物篮之后呢，是不是后面的商品都在最后面，或者是前面牌面就没有货了？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我们就针对那个卖场人员呢做一些行动、哦、就是说我们会比如每半点或是每一个小时我们会放这个音乐叫做再出发再出发那为什么呢？我们放这音乐的时候，就是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就会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他们就会以他身边最近的这个走道的商品线呢去做牌面上的整理，就把里面的商品往外面拉、哦、这样消费者再去买的时候才会买到最前面最前面的， OK 吗？ OK、哦、悠悠在帮我记人数是不是？哦，谢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人数是多还是少、哦、但我就是确定我们是要继续往前走，我们就往前走就对了， OK。谁都不可以阻止我们啊！来，这样 OK 吗？欸，其实我这个深色的我可以用，我这个很深的话其实我可以用白
水样笔耶，让我来说说看，这样会不会挤在一起？好，但水样笔你要混用哦，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水样笔它会盖到你黑色的，像我现在是不是有黑色？我这样一画，那个黑色的有可能被我盖掉，所以如果你要黑白混用的话，就要注意这个。OK， 对，那是暗号。其实卖场啊，卖场有很多时候它是用暗号，它因为它不能跟消费者讲那么多嘛，或者是跟员工去做一个广播。哎，我觉得白色效果没有，还不够暗，应该要画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可以。有没有这个地方？可能就可以。我每次哈、跟你们上完课的砖啊，我都很伤脑筋，因为我实在画得太乱了，完全跟我平常在画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还要这个也要加，那个也要加，所以就加出不一样的东西来。好，我看这个粉红色包行不行嘞？好，所以有时候你在纸砖上面，因为颜色不同，你可以混搭啦。哦，混搭的效果也蛮有趣的。哎，好，其实也还不错的。补货通常是在出发，没错，你也是卖场人员吗？就在出发，就是补货的时候就卖场就会放这个音乐啊。哦，其实他们放音乐，有一些音乐都是代号啊。OK，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工作人员就会开始忙一圈。或者忙一轮 ，OK， 好，你们看到了这个哈、那一样哈、我们走四边的就把它包起来 ，OK 吗？四边都可以哈、来，我把这边也包一下，我这一颗白的还让它存在，把它包完。那我这边有空隙的，如果我不想要画那个，我就加圈圈。圈圈是我们很好的朋友，然后其实这个水滴也是，我觉得水滴就是在什么时候运用呢？水滴就是在你真的不知道要画什么的时候，还不知道要怎么填满某些空间的时候，其实水滴是真的超赞的朋友。OK 吗？奥克有放歌吗？应该没有啦，齁。或许也有代号，可是因为奥克，我觉得奥克不多。尤其是我觉得其实台湾是有奥克，但我觉得台湾相对在各个的数值上面有，但是都是好的，但是当然也是会有啊，有所谓的卖场蟑螂也是会有，专门就是在做那个卖场这一块的，以前还会有那个什么买贵退差价的这种啊，很多的哈，所以但是毕竟是少数，我们就针对少数哈。谁都不能阻止你画，是不是芳心？好，来，这个水滴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东西，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加法不一样。好，其实有人水滴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水滴呢，去有的人就是让它变成立体感，直接去上色。那因为我的这个砖本身是有颜色的，所以我也可以在这个纸砖上面再去压我想要的颜色，比如说这一朵好了。我想要再压橘色上去，那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单单一个是 OK 的。OK 吗？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你也可以单独的。那另外呢，有的人会把它变成比较像叶子，它的模式，你的画法，你可以是画一条出来，它就很像叶子了，像不像？很像哦。啊，你的画的时候，请跟着你的水滴下去做扭动，不是直直的哦，可能加，对吗？这样也很好看，对不对？好、哦，好的。大家不要再讨论那个，再讨论歌曲了，好好笑，还在那边讲那个小偷怎么办哈、哦？来，像这样的话，其实这几朵是不是就非常漂亮？很漂亮。嗨，美玲 ，OK。那另外也有人呢，会在上面再加个点，
哦，非常可爱的点点。OK，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的模式下去做，哈、哦。我目前使用的色铅是水性的，啊、哦，所以我甚至于还可以去做晕开的效果。然后，即便你已经上了染色了，你一样可以再上色，就依照你自己喜欢，因为上色它是一个感觉嘛。其实上了色，有些人会依照色彩的区块去创作，但你也可以不用管它，是 OK 的。江玲没关系哦，欢迎进来哦，哈、哦。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些线条一样都可以去拉。那有的人可能喜欢再去做，有的人可以，甚至于这个的变化是你还可以再去加光环线，它又是变成不一样的感觉，这是另外一个图腾了。下次我们来介绍这个图腾 ，OK， 是不是又不一样？好，所以其实这个叶子能够做的变化还蛮多的。水色色铅笔可以用哦，悠悠是在帮我解答是不是 ？OK， 谢谢。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去抓一下你的弯曲的这个曲线里面，你的这个叶子，假设我们要加这个线的话，你要怎么去转弯呢？啊、哦，看着它的扭动，所以它这个翻译名是流动嘛，但我都把它称成水滴 ，OK， 因为它就跟水滴一样，但是又在某个层面上，我们加了线条之后，它又像叶子，像不像？很像哈。对，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模式下去增加哦，好不好？好，自己喜欢的图样。对啊，你们上课的时候既然在传纸条，这样像话吗？那个老师来上课，那两个还三个在传纸条哈，那你们就会被我抓包，有没有？抓包了之后怎么办？以前传纸条要怎么样啊？要半蹲呢，那个自己去半蹲。巧慧说很美哈，对啊，其实。这个就只是很简单的图案哈，只是非常简单的图案，然后它是个水滴状，那你可以在你的水滴上面去做一些装饰呢，它就会变得超美的啊。那我们今天就做简单的就好了，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线条往上拉，拉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这样，你的重力可以在这个上面的水滴的最尖的地方，从最尖的地方往下，然后依照它的这个弧度呢往下轻轻拉，后面是有一点力道是比较淡的 ，OK， 悠悠你是那个纠察股长哦，他已经叫那个传纸条去罚站，哦，以前会罚站嘛哈、哦，然后而且以前的纸条还会写代号，比如说你不能写你是谁啊，你们是有还有人面壁是不是？你们还可以就是有的还要写那个，因为你写名字，人家老师就知道你是谁啦。那你还要写什么卤蛋啊，还要是写什么贡丸啊，又有代号嘛，这样你就会不知道那个。然后说啊，是谁写的？我不知道，不是我啊。除非你的小名就大家知道你就叫贡丸，那就没办法了哈，是不是？巧慧觉得这个流动很有生命力，没错，它真的是很简单又很漂亮的一个图案哈，非常容易可以让你在不知道你要画什么的时候，但是你又很想要动一动笔，让心灵的思绪可以有一点点的舒缓啊、或者是沉静，它真的是非常合适哦，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其实常用的图腾都是啦，只是说这个图腾非常能够填满空间，因为它不是很多的细节。我们今天画这个，对，我的是先染色的啊，对，纸条上面小薇你也是写绰号对不对？不是写绰号就是写代号，或者老师一讲你就知道啦，对不对？那就该招了啊，马上就被人家俩包了。
有的还要去跟教官报到呢，哦，有没有？那就麻烦了哈，大麻烦了。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啊，我觉得哈，这也是孩子们的运用聪明的某些方式。好，来，我现在画了左半边，我每次都画那个卸妆前跟卸妆后，有没有？哈，我这个是左半边的，是已经有画了啊，右半边你们还可以再加。不是我没有画，你们就放着，宝贝啊。老师不一定知道错号，其实你们都错了，其实老师都有这个线名，他们都会去问谁谁谁是什么错号，只是有些老师他没有点破而已。真的，欸，三年，你在高中三年，国中三年，老师其实都会知道的。 OK， 慧英没问题，你可以看那个哦。那个大军，你在写代号了吗？特技七哦，对，就是只有写你的字的前面的第一个注音符号，对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也是大家用聪明的方法啦， OK 吗？好，所以同学们，你们接下来要完成的呢，会是你要把这些边边的都画，都一样要把它画完，可以吗？好，就是你两边都画。我觉得我这个白色没有很这个很成功，在这个颜色上面，我再研究一下要怎么办。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你要怎么转都可以哦，你也可以自己这样扭来扭去，哦，都是自己决定的，它不一定是要同一个方向，所以它真的是很随和的一个图腾，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又随和的图腾，就是很柔软，然后你想要依靠着他的时候，他就让你依靠，然后你觉得太多太少你都可以自己调整，这样清楚吗？清楚齁。好，来，我这边也画一下好了，因为我怕大家真的，欸，很多同学下了课就是我画多少他就停在那儿，哦，不是这样的艺术啦，你可以再多画一点齁，留一些空白的地方是要给你们去完成的。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转弯，我这个是走这个方向，但是后面就可以开始转来转去了哈，可以一直转动自己想要的模式，而且其实它的转动也让你觉得很舒服，就好像是一个堆叠的感觉，然后如果这些有缝隙就去加这个圈圈，好舒服哦，好疗愈哦我自己讲哎哈，好，你就是国小高年级的老师吗？我知道每个学生的代号，是不是？翠琴，你终于替大家说话了啊！其实老师都知道，只是老师有时候不点破，因为他会觉得孩子还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师都很有爱心啊，像那个翠琴，他不点破，他其实他可能就是只要太夸张呢。老师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千百遍，每天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不用不费，我记得有这首歌对不对？哦，好像是那个谁的，也是很有名的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啊？Jolene，yeah，Jolene，OK，okay？ 所以老师都知道，对，爱你千百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对，蔡依林，对 ，Jolene， 哦 ，Jolene， 哎，哦，这次他还蛮冷的，哎，叫 Jolene 刚刚好，其实没有啦，他很热情的，但他还会做蛋糕，会做蛋糕的人都是很温暖的。啊，会做，透过其实我们从人做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人本身都是温暖的啊，之所以不温暖都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啊，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啊，还有像我们的社团的规定，有很多规定其实也是有很多原因啦，啊，因为老师也遭遇到很多的状况，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团内的人也很多，其实你要管这么多人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有些规定就要请大家谅解， OK，哦，不是要刁难你们的，哦，但是其实这规定都还蛮合情合理的啦，哦，缠绕很疗愈对不对？
可以唱倒带吗？你做过的将来，我不知道歌词，你歌词放上来好不好？到底未来，到底多久才来？总是来不及，还需要我可爱？我忘记歌词了。嗯哼哼，倒带还蛮有名的哈。你看我这里，越画越好看哎。蔡依林还有很多歌哎，她真的还蛮多歌曲的。哎，我们这第一次唱她的歌吗？好像是哎。终于明白爱回不来，而我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哭着叫我留下来。是这首对不对？副歌了，副歌了。OK， 哎，哦，越画越舒服呢，画到欲罢不能呢，有没有？真的，来这边就给你们画了哦，我已经画得很满了。那是不是我们画完这圈之后中间有空位，宝贝们，中间的空位就请你们自己，好，就请你们自己填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进去好吗？ OK 吗？ OK 哦，有人超爱他的齁，好，那我们你可以列一个蔡依林的歌单，那个就可以来唱蔡依林的歌OK 吗？哦，有人帮我点数了，刚刚有200是不是？哦耶 ，OK， 感觉有小动物躲在后面，嗯，也可以哦。所以它就跟好像是个小小森林，对不对？哦，所以它这种画起来其实是很漂亮的，非常非常漂亮。好，哦，那我们现在来上一点简单的阴影，好，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阴影，但因为我的是有颜色。好，我的是有颜色。那你们在上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建议，就是说这一个图案，这个图腾你要上的阴影除了上下之外， OK， 刷一排爱心娜娜，谢谢哦，你们对我好好哦，我好像不会要求你们刷什么的哦，对，但我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那种什么，因为我那天有问我小朋友，我说为什么有的人还要拿那个笑脸什么的，他说，啊，YouTuber 都这样做啊，刷一排刷一排，我说哦，那我们这个就随性啊，好不好，这是比较舒服的，因为我们来这边也是以就是希望能够自己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舒缓，好，所以不要有压力，不要为了这个才来，好，然后眼睛疗愈耳朵啊，谢谢大家呢，哦，啊，给大家开心嘛。来，我们现在来上下，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下，这个是上，这个是下，这个先来，这个后到。那上没有下，一定要上一点阴影。好，我们上一些些阴影，你就会感觉不一样。这个在上，这个后面出来，这两个都叠到了这块，我也会上阴影。好，我个人会这样上。会上一点阴影 ，OK 吗？哦 ，OK， 端午 ，OK， 端午事实上应该要讲安康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端午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它是我对我们来讲是个 holiday， 对不对？可是端午事实上它是跟那个清明节一样，它都是属于比较祭祀的，所以它应该是不讲开心快乐，是讲安康。OK， 谢谢你们哦，祝福我很棒。OK。谢谢小薇给我鼓励哦，哦，你们这样鼓励就是要让我继续下去的意思吗？哦，对啊，都被你们鼓励到飞上天了呢，哦，好，来， 我现在这一区，哦，我就上一点阴影，就是上下的堆叠，哦，不知道我们的课什么时候会回复啦，我说实体课，那短时间内呢，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来问团体课，可是团体课呢，诶，有人按电铃诶，团体课我是没有办法，我目前团体课因为花时间在你们直播，然后我有接其他的线上课程，所以啊，有很多人来问一对一的课程，就依照大家顺序跟时间允许下去排， OK 吗？好，
然后团体课或许之后还是会开互动课程啦，那等我真的比较不忙的时候。哎、欸，等一下，有人一直按电铃，你们可不可以稍等我？すみません。Sorry， 让你们久等了。来，我们把最后的这个阴影呢，能够上一下。喂，有没有看到？请问什么事？他这个呢？有没有听到？他这个呢，主要是上下叠的关系，看到了没？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出来的这个勾勾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其实也可以上一些阴影。好，如果你是白砖的话，我上在白色的地方，可能大家比较清楚，好吗？白色的地方，我除了上下之外，我还可以在这里压一点点。开门啊！ They can't listen, they can't get our message. 好，来。我们这样往上拉一些，往上拉一些，往上拉一些，看到没有？这个好，我在最下面的地方呢。我们刚刚直播还有人按电铃，这个真的很 life， 对不对？哈，不好意思了哈。那我们现在宅在家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非常的写实啊，没骗你哦，我挡住你哦，没乱造哦，哈。然后现在有很多那个邮件啊，也都是必须要到那个到楼下去领取 ，OK 吗？来，从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好，这个地方原则上呢，如果你们的是黑白的 ，OK， 黑白的话，哎 ，focus 没有糊掉哈。你可以在这些地方再加一点颜色，好，加一点深深的颜色，让它会有一点往上渐层，因为比较尖的地方原则上加一些阴影，它的立体效果会更漂亮。 OK， 好，这样就没有问题咯。那中间的地方我就很期待你们看要画什么东西上去，好吗？哦，对，你们怎么画都会很美。那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圆形的去做一个包覆，我们再用旁边的呢，也把它包满，它很像就是藤蔓啊，或是叶子啊，它整个框线把它框住的感觉。啊，中间你们可以透过穿越，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穿过去，或者是你就在中间画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这样好吗 ？OK。所以今天的这个图案，我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把它完成之后呢，然后再把它分享出来。不急哦，依照自己的时间去完成就可以了。如果是今天或是最近才加入的，你们就跟着这个走就好了。有空的时间再去看回播 ，OK 吗？啊，那最后请记得在你们的作品上面一定要找个位置签名哦，哦，签上自己的名字 ，OK？ 啊，慧玲吗？不会啦，不用，没有关系，反正你都还可以再看回播。OK, everybody, 这一次是连续几天的那个，所以请大家呢去注意一下，好，去注意一下那个时间的方面，都不要减少出去的次数。好，我们现在已经比较稳了，但还是要减少。OK, so I hope you guys have a lovely day.然后可以刚好去吃饭，啊，搁吃迄个肉粽啊。OK, you guys have a good day. I'm gonna see you soon. OK, love you all. Bye bye.